我去补子弹了。需要补子弹了。嗯。我到了。炸下来，这两颗，还有一颗，还没有了。可以撞了。嗯，你们撞，你们撞。我首先自撞。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拔到底。好，再一下。在这么远、欸。啊啊啊！没事没事，没有本事，没有本事。十分钟。这样。发大的。可以啊。杀到晕两次。啊？你说杀到？杀到有飞龙。你在看我来啊？哈？他说他抓到岩贼龙，打了十分钟。我想岩飞龙。我怎么可能？哦哦哦哦！我怎么可能看你的台？哦，是啦。情节。哈哈，是啦。没有。看台。我有在看台挂着。挂着可以啊。对嘛，我有挂。找不到。
睡了。哎、欸，他换方向了，你就扒他咯，差不多撞墙就死了血量。哦，是啊、哦，现在2000。哎、欸。2000是不是？哎呦，真的。然后我现在没开，开了就是怕又宕机什么。可是不开也会宕机呀。是不是？哪个是坏了？我还不知道这把打这把笛子打什么好用。等一下哦，耐力消耗减少，长风压完全无效，防御力大，冰属性强化大，高周波，耐力回复。听起来就是拿弓箭打冰斗龙的时候很。对啊，就弓箭跟双刀拿去打冰系的，会很开心而已啊。冰系的魔物太少了啦。能想到的就冰牙跟冰咒了，然后还有冰风飘，还有风飘。哦，风飘也是。那两只变异的还没有变异。可是那两只那么烂。妈，他也是死冰的、啊，所以呢。冰牙比他们强多了。是这样没错。昂扬准备，第一。转加体速。龙豪降珠。OK， 我准备还可以而已。准备的珠子给的比恐爆还烂呢、欸。我是扑飞雷龙的厚皮膜。打飞雷龙啊 ？M 位的飞雷啊。最后一场。你，哎、欸，厕所下，我没有 M 位的飞雷龙。你去参看一下，要不要参加救难、啊？自由任务应该有吧？也是可以的。哦，对，好，我看一下。基本上飞雷龙也是很好练技术的，没错，不强，然后肉质又好，一般好打，没错。没有。拿到一个4个奖励的金狮子，我去厕所，不能死，20分钟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没有飞雷龙？去参加救难啊！你吃什么？啊！我是炮术了，我忘记吃。哦、没关系，我就是怕啊，我就问啊。哦。就问歌儿。怎么？你在打飞雷龙？风压无效跟风压完全无效是，风压无效是小的风压，风压完全无效是大的风压，就跟耳塞的感觉一样，哦、大喉跟小喉。所以刚刚那一把还是比较好，应该是。没有人在打飞雷龙。那么可怜。我教你嘛，你就按探索任务啊，你去古代宿舍，你看有没有飞雷龙，没有你就先去学边一张。就是这样交替交换，交替交换，直接探索。对，不然你的小猫也可以派去古代树森林随便找啊。听无？听不懂。你的小猫探险队，嘿，有机会也可以找到飞雷龙。可以啊、哦。你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？不是，我意思是。可以，可以。你有时候完成小猫探险不一大堆任务，就是这样来的。是这样子哦、喔。所以小猫探险，他要去哪里啊？手去哪里？
在哪里接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每次都不知道在哪里。他每次都跟我讲他好的，可是我……你现在是在集会区域里面，还是那个中央区域？中央。嘿，那你就是面对那个公布栏嘛？嘿，往左边看，不是斜坡上去吗？嗯，上去不是你的小屋吗？对啊，对，小屋就在小屋里面啊。小屋左边，小屋左边。我怕，干，我要先回去。怎么嘛？我要回去准备地。我也要回去好了。哎、欸，你竟然来了。哦，是这个，可是我都乱点，我都不知道那个要干嘛哎、欸。等我一下。可以啊。这个笛子吹出来就是很顺哎、欸，手挥来挥去挥的超顺。我到了，好。行吧，秀。哦，抓到了，快吃鳄鱼。点了三下头。欸、你们先撞。撞了！啊，我来了，终于撞了！行行行！他转头了！喂喂喂喂！有有有有！好，打错蛋了。有用欸，有用欸，有感有感，乱投啦！你在打尾巴是不是？要帮你乱吗？啊？那个啊 ，nice 啊！我不知道在打哪里。我没有，我在打头，所以刚好转身。江江黑，江江黑，江江。太累了吧？一点点。我以为你应该不会出现。哇，就这个乐器，攻击加死哎、欸！我的天。现在在疯狂打喷嚏。要被隔离。14天。我们这边的国小是，你只要有打喷嚏，他就是家长直接叫你抓带回家。哇塞，那看太阳就好了、啊。我看太阳会打喷嚏、欸欸。就是不是打喷嚏、啊，流鼻水啦，打喷嚏、哦。只要有流鼻水，所以你连季节普通的季节性感冒，他也是在那边。那就真的假的？就对啊，就能防就防啊。他们都怕。嗯、啊。怕爆。下来的、哦，那我大概被隔离都爆吧。我是小学生，没关系啊。我，对啦。他老学生，他没有在呛你，他没有在呛你。他老学生了，我帮他呛。啊。嗨，老学生。等一下就下来了。哎、欸，走错队了。嗯，好可爱。
小矿啊。到了。特大无效。我快到了，再走啊。不屌我们，蹦被卡蹦了，有看到了，可不可以？打不行。这样做很好，可以触发挑战者。可以。幼小仙人花的名字。Oh my god！ 看，好，拜拜，我要去捡了。到了吧？他在到处跑，还是不会动啊？不会动啊？那我知道在哪里了。最高的地方，最高的地方。我是等下换机去抓，机器人。最高，我看他在下面。啊！骗我。但我这个方向的下面，我滚，我在滚。哎、欸，嗯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会跑吗？我、哦。啊、按错，手发没了。看那边，好远。哪里啊？来啊抓仙人掌啊！哪里？几几号领地？嗯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抓，对不对？北东，北东就是阎王的领地呢。北东是那个呢，十五号领地呢。他明显在，嗯，我看他明显在我正面，啊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我面向的地方。
我到底是哪里啊？算的啦，算的啦。我觉得就是那个呢，顶端呢。对啊。可他说穿小跑下来，顶端看就知道了。穿一下。OK。是。哪啊？下面呢？下面。下面。那刚刚不是在上面吗？所以你那边有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要去看那个喽。我还在走，还是我去打开？怎么打开？赛亚人啊！看你要不要开啊！我已经在往那个跑。我开了，还要交给生物博士。等一下哦，没有啊，最高的地方没有。啊，没有，靠呀，我的不会。那是什么？幼小仙人花。嗯。哪？是恐龙巢的。看到了啦。哪？东营定在哪？等一下哦，这位置是哪里啊？哪？很下面呢。石火龙巢，那就是东营地咯。东营地这附近会有些人哦，好像是有奇灭族那地方。在哪呢？在这。我靠！好像我看到了。是吗？在哪里啊？是他在营地里面，在营地里面。他在营地里的那个Apple旁边，哇，他会消失的。哦，你要穿隐身再飞营地哦，他会消失哦。我的消失了，他在 Apple 旁边的那个置物柜那边。是我第一次知道那里有我根本不知道怎么会有这边，他在这边这个位置，我这个位置。我丢消失，没看到，我都不见了。这里你在里面，超好笑。他躲在里面，看到了。我一飞到那边说东营地是不是？然后我一转头就看到仙人掌跳下来往前冲。没了，我的也跑了。了算了算了，才好像850吧。啊，去抓两只毛鸡就回来了。对啊。我到了，跟他们一起下吧。来开我红了。好了，走吧。我在那边也被开红了。你下去吧。好了。啊！哦，好难打哦。
因为我没穿到强弹，我想说我穿的，剩755而已，那只能撞墙，撞墙就直接去了，上吧。那我直接撞墙了。再会吧，云飞。也玩到动作了，恭喜恭喜！对，我是三，恭喜！你怎么知道？OK， 厉害！我用剪的剪到古龙大宝玉，我有剪过啊，我有剪过啊，莫名其妙，就跟金羊一样，莫名其妙剪到他宝玉，虽然说不想要的，土炮。大宝玉值多少钱啊？几千块而已吧。五千吗？他没有那么少吧？应该有万吧。没吧？就算是 N 级也不会太贵。没有吧？你去看啊。我在那看，我觉得应该有万。稀有的垃圾有没有？他很稀有，但没什么用。我觉得应该有多万块。惊喜时刻，垃圾全开珠二，又有另外一颗贯通珠，两颗贯通，铁臂珠二，逆上二，缩短体力还行，之后用得到的珠子，什么二？力战二，逆上哦。就明次龙开的时候有那个怨恨的技能，就可以用那种会很嗨的那种，越打越痛。毕竟你攻击就要扣血了。对啊。布龙打宝雨啊！哇，最急呀！我找不到布龙打宝雨啊！冲魂石。对啊，我刚刚也是看那颗，一看过。不是天明都有24000了，没道理宝玉没有10000吧？哦。啊，我的古龙大宝玉是死去哪里了？欸、真的找不到哎、欸，跑去哪里了、啊？这不会真的是垃圾吧？找到了啦，在第二页，21000。哦，很贵呢，跟天灵一样呢。哎、欸，我有15颗哎、欸，那我有18颗，为什么63颗？哇，你太多了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所以我才以为它是垃圾啊。啊，你会不会是之前三界组打太多？有可能、啊。哪有打太多？才打四场吧。哦，对，那个打那个会加比较多，对对对对对。40场啊，40场，这也太少了吧？少，非洲人啊，还是跑去打那个啊，四套龙，他自己跑去打吗？谁？没有，我想说，他讲完出去自己跑去打。他说在怪你，他说你都自己跑去打。嗯啊，我没有说，我说秀秀啊。他说秀吧。啊，我在打飞雷龙啊。打到了。可是他好难打哦。哇。啊，他好电哦。你身上带电的话，你就吃打消啊，不然你被电第二下就头晕了。要不你就麻了。有啊，我有吃啊。哦、可是他电到爆炸。是。你要学习躲啊。我有躲啊，我躲掉他2次还是3次吧，但是他打你几次？20几次？对，完全猜对了。好了，我们有5个奖励的任务了。可是我有用那个悬崖去打他。什么悬崖？跳跳锤？就是你说跳来跳去，可是我只跳上去打他而已，没有跳回来。那你要打啥吗？啊，好，那个就是普通的空。没耶，该不是跳一次而已吧？他是跳那一次啊。所以我刚上线也不知道干嘛。
我，嗯，恶灵古堡是还没打完了。那你不是玩恶灵古堡？走啊，走啊！走，阎王吧。要死掉的，拜拜。起来。不要跑！猫的报酬金。探索好天气。哎呦！我们去别的地方打。那是你打完了吗？那个任务？他退了。你什么任务？啊！你怎么脱离了？他退了。那我想说顺行一下。好吧，我想说你还没打完的话，给你打，因为我打。那个啊，我来了。R 一，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。有可以。我给你 打爆男主角。我想休息。呵。那是给你背。有人是不是拉票啦？啊、我已经关游戏了。你已经关游戏了，这么快？刚刚就说了，好，到底我不想听他讲话。我在挑装备啊，不要再解释。我吃了猫的，后面交给你们，我开场先去死。那你要顺便吃个那个啊，不去的、啊。加一。猫的不去。猫的不去。可以。还在上面，就是在上面啊，兄弟。我捡个草，跟你往下跑好像不是对的。狂捡草，我也在捡。这个是什么猫？哦，普通猫。这只废物。好像不是掠夺主，算了，不骂他了。好，直接开打了吗？好了。Excuse me. 哎，你讲。没有没有，就 我跟樊靖抢的。没事。Error. 直接脓包哎、欸。哦，好帅哟、哦！
我把他打掉了。孩子啊？不是啊，掉下来。孩子掉下来，打掉了，掉下来。你怎么舍得？我摔下去了。所以流掉了。不是，孩子抓着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藤蔓爬不起来？哎呦！我成功了！东海来呀！我是说这个，这个就是爬藤蔓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个叫什么、啊？就是打一打，然后会甩出钩爪那个。哦。